对驾驶，员警上前拦检，宾士车不但不停，还企图的来冲撞员警，员警持枪敲破车窗，将驾驶拖出车外来压制。一旁坐游览车准备毕业旅行的学生惊呼连连，目睹了这段惊险的过程。国道警方拦查宾士车，宾士车在车阵中还企图往前开，甚至打算冲撞员警。挡住！开枪！开枪！赶快！赶快！员警立刻跳开，同时用手枪的枪托敲破车窗，将驾驶拖出车外。拖出来！一旁的游览车上，参加毕业旅行的学生目击整个经过，惊呼连连。好扯哦！这真的是最好玩的毕旅。警方将驾驶压制在地，调查发现他之前早就因为酒驾被吊销驾照，这回又酒驾上路。准备要掷弹举发的时候，他突然加速逃逸，然后并有擦撞到同仁，避免他继续危害其他用路人，只好击破车窗。你喝酒为什么还上国道？宾士车驾驶被带回警局制作笔录的时候，还因为吃早餐噎到紧急送医，所幸没有生命危险，成为整起案件的插曲。记者邱正敏苗栗报道。